啊，叫你摸手没有在牵的，你要手、哦。你想要选几号？一到六号。四号吗？三二一，请揭晓。有。选错了。几号？三号。三号吗？主持人来看一下，看一下我选这圈呢。哇、啊，三号好像选错了嘞。你确定你要选三号对不对？是的，你可以不要选错，我脸上的笑容很多好吗？我学一下猫叫的声音。有没有？没有。看来是因为昨天有重度感冒确诊过的猫咪。那最后一位六号，记得拍手。第一张选几号？就给你二号了，来，二号请出列，是个男人啊。好，这个你可以报，我前面都不行。这是最后一次的机会了，三二一，请揭晓。好了，掌声恭喜。我为台湾四大才子正式进场。婚题主持人小品日前在他的 IG 账号分享一段自己主持的婚礼片段，这场婚礼复刻了电影《唐伯虎点秋香》中四大才子出场的风趣画面，台上演经典的点秋香桥段，场面十分欢乐。叫你摸手没有在牵的，你要手、哦。五号，你想要选几号？一到六号。四号。四号吗？来，四号帮我向前一步。三二一，请揭晓。有。选错了。几号？三号。三号吗？主持人来看一下，看一下我选正确呢。啊，三号好像选错了嘞。你确定你要选三号对不对？起来，你又选错了。等一下。是的，你可以不要选错，我脸上的笑容很多好吗？我学一下猫叫的声音。有没有？没有。看来是因为昨天有重度感冒确诊过的猫咪。哦，只是二号而已，稍微很低哦，这肯定是船长没来。哎，最后一位六号。记得拍手。第一张是几号？这就给你二号了，来，二号请出列。老婆这天长高好多哦，是个男人啊。这个你可以到，我前面都不行。一号吗？这是你最后一次的机会了。三二一，请揭晓。好了，掌声恭喜。其实之前刚刚就有猜对了，我比较调皮一下，我也稍微调换一下。